本活动由拙恋情感赞助播出。所以我一看那个定义好像
怎么定这个变体就会怎么变，有点难把握。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以一种态度，就很谦虚的学习者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劝你了，把学习定功经验，就说作为一个一般人对这个题目用一种最朴素的理解。一个好朋友发明了一个能够看100年前的历史下的技术，而那时公司的影像技术挺大件事的，跑来问我，那我阻止不阻止？我们就看作为一个很朴素的心态。那这种情况下，我说一般人肯定去想，所以它作用是好是坏，发现它肯定作用好像挺好的。最大的是什么呢？历史玄武门出变也能看到了，中国最大的美人是谁也能看到了，所有的史实都能盖棺定论了。但是好像这里也有点问题，因为这时候你看这些历史最轻的问题是什么呢？人家本来就靠这个发 paper 的，今天你把人家论文给翻了，砸了饭碗，这是最轻的。稍微重一点的，万一哪个国家有黑历史拼命掩盖，我说是日本啊，万一哪个国家有黑历史拼命掩盖，被揪出来了，真相大白，大家外人会说好，但是内部难免混乱。那最严重是什么呢？四个字就够了，宗教问题。OK。那所以今天这个技术它固然带来真相，但是这个真相跟利害是伴生的。我作为一个一般人，没法去算清楚到底是利还是弊，所以我选择采取一个稍微谨慎一点的态度，先阻止它。好了，作为一般人，我接下来会怎么想呢？我会想到，哎呀，今天一想到宗教我就找了自己，为什么？我回去观测一下，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观测，什么？耶稣到底复活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耶稣复活它是真实不虚的，哎，那完蛋了。伊斯兰国不答应。如果你观察出来耶稣复活他是虚的，那完蛋了，宗教裁判找到我。那不管耶稣他虚不虚，我朋友面对这个问题，我朋友都很虚，这还只是宗教问题，他面临的是生命的危险。那政治方面的问题，世界两大强力团伙就团结嘛，一个宗教，一个政治。那政治方面为了主办，他就不多讲了，只提一个例子。今天斯诺登他爆料了美国还要逃去俄罗斯。今天我的朋友是全球爆料王，到时候能跑去哪里？那再往下想一个，我就觉得我恨死我朋友了，知道吗？因为你来不问我的话，你问我支不支持，那我还能支持，说不定老子一个就支持。但是你问我了，别人追杀你，他杀是你吗？不是，他杀是技术。我说我不懂的技术，人家信吗？说今天他还来杀我，我要为我的安全。刚刚我先确认一下，我们公开这项技术是不是这项技术人人都可以用？不一定哦，不一定，但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是可以知道这项技术运作能力，去变得可用的。我们公开技术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就按一般的理解说好了，我没有想采用。对啊，所以说这项技术公开了之后，你也可以查证历史，我也可以查证历史。好，那我们最后说，你还有没有遇到危险？既然我们大家都可以查证历史，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个鉴定者？对呀，所以说人人同时受到危险的时候，意味着人人都不需要面临这样的危险，它成为公开的事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吗？等会儿你有没有解释？等会儿我再下一个问题啊。您刚是说，100年之后，哪怕过一天，我们过世的信息都可以做一遍，对不对？对。所以说我刚刚看，我们双方共同讲，就是说，在迄今为止，1918年的11月3号之后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之前的事情都可以看到，对吧？对，在今天看不到。对，这一点都是他好像拍戏。那我看刚刚没有，您第一点说，公布这项技术之后，历史研究就会从无人识别，史学家没有办法，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也是最新的了。那最新的，那从现在开始的话，好，您知道刚刚没有，历史研究不只有探究那个影像化的、文字化的历史，还包括了行为者的动机，比如说。我知道华盛顿他去见他是美国的国父，他为什么要见到美国？可能不是通过图像可以解析的，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讨论。这也是历史学家任务，一点 OK， 没问题。所以说历史学家没有失业。来，我们往下看重点了。刚刚非历史的部分其实已经最开始解决掉了，看宗教问题。现在已知承认了不同的宗教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问题？不好意思，看宗教问题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知这个伊斯兰教有它自己的这个教义。然后佛教自己的教育，基督教自己的教育，他们现在在一起是暂时的，没有更大的问题，相当于是，对吧？所以说我不太晓得宗教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圣经旧约里，它圣旧约是约翰的史诗，
摩西分开红海，然后回去一看他没分开。哦，好，现在都还没有。可是你知不知道在基督教里中，圣灵、圣子、圣父、圣灵都没有每个人，对吧？嗯，好，那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所有的事情。你能看见圣灵的做工吗？能看见圣灵，你看不见，对吧？对，严格来说看不懂，是吗？所以说，作为一个无神论，我听不懂，我们也看不见圣灵的做工。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基督教所相信的那个圣灵，在他看来是不存在的。同样的，如果你的这个史实告诉说红海的分割不是因为耶稣的这个做工，但真正的基督教是不会信这一点的，就是叫真信与假信的区别。哦，所以看不到，看不见。南布朗贝里也有请反方一辩开篇陈词。好，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们探讨水晶球的魔力，要先了解两个基本的常识。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一般性档案的解禁时间是35年，哪怕机密档案的解禁时间也只有75年，远远小于水晶球100年的时间限制。同时，当代人的寿命普遍少于95岁，百岁老人寥寥无几，100年前的陈年旧事不会伤及同时代人的利益。所以今天水晶球的技术本质上就是解密了100年前，也就是1918年11月3日之前全世界所有情境的历史档案。如果朋友决定公开这份超级历史档案，我方的态度是哪怕不积极的推广它，也不要强加阻止。主要基于这项技术的三大收益。首先，科技文化的意义上，水晶球技术可以追寻失落的记忆，完善文化的多元，并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古往今来，在时间的洪流中，有多少记忆最终走向失传，留下谜团？金字塔的建造方式至今是建筑界的谜。华佗和扁鹊如何对患者进行诊断？大马士革钢究竟如何炼制？这些谜团都能够被水晶球的技术给解开，重现人类遗失的文化珍宝。恰如传统医学启发了青蒿素的发现，这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珠，也可能启发当代科技的新发展。其次，在历史文明的意义上，水晶球技术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以清无谓的争议，为历史真相的还原提供可亲历的证据。人类百年前的一切行动都在水晶球中尽收眼底，于是夏商周的存在终于得到了实锤，亚特兰蒂斯的神秘面纱也终于揭开，光绪死因之谜终于得到答案，百年前的这些历史公案终于真相大白。更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动，每天都会解谜更近的真相。比如再过一周，在座各位就可以透过水晶球亲眼见证百年前一战结束的历史时刻，文明的火光在水晶球中得到了永生。最后，我们跳脱出人类本身，水晶球技术甚至可以把我们的视野拉到浩瀚的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当中，从猿猴的崛起到物种的起源，乃至宇宙大爆炸，我们对自然界过往的一切想象都将亲眼得到验证。从如此长的视野中观测这个星球，我们就能更直观地理解地球历史上曾经的气候变迁、陆海变迁，重新审视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综上，从文化的遗珠到文明的火光，再到广阔的日月星辰被我们收入眼中，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既然朋友有意公开，又为何需要阻拦？谢谢。下面有请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可以这么说，所以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
某些问题，达成这个共识很重要。那我问你啊，比如说哈，因为今天是脑洞题，我们开一点小脑洞。比如说今天据可靠历史记载，林徽因在11月4号写了一次造，然后你今天是什么心态？1918年10月4号写了一次造，你今天是什么心态？我今天我没什么心态。哦，那你没什么心态，我有个心态，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我知道你明天我就可以跟水晶球去看林徽因造。哦，它是石沉石马赛克。没问题啊，10厘米超清楚了，好吧？你没看过，10×10这么大，手掌这么大，马赛克可以吗？我很爽。行，你爽不爽？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但这个东西虽然今天看不到，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近，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越来越想获取，真的吗？越来越想获取，越来越想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时间快近了嘛，10月4号一定要知道。行吧，可以。你方觉得可以？你方觉得不可以？应该是。这个东西不重要，我认为。你方，我方不占这个好。所以就是说，一些科技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会越来越近。不是说今天的东西没有意义讨论，因为我们到2018年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公诸于众，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今天不得不讨论。而站在我的角度，对方没有，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公布出去，对你？说什么东西？就是100年后，你就是事情会被公诸于众。我会觉得和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已经死了。你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公诸于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方也承认有这样的一个病，但是我没有问题。你觉得你死了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死了没有问题，他认真。感谢双方辩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质询环节，请工作人员收起您的调。
三遍至旋转画二遍，同量为三分钟，有请。大家好，都是您好。好，各位朋友一定要来看。首先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线泄露这个技术，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是观测技术，至于实际每一个要去观测什么，那个是他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是你泄露出这个技术，对，用了你的技术完成。好，所以说如果我泄露这个技术，那可能你帮四遍去看了林徽因，那你可能去看了耶稣，我可能去看了穆罕默德，都有可能嘛，对不对？那如果比如说你帮四遍在可能杂志上说林徽因的身材怎么样之类的，那我可能在杂志上说这个穆罕默德的一些身世背景之类的，那您认为宗教极端分子会是追杀我，还是追杀你的那个发明这个技术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有可能追杀。那可能性都很大。如果他回去看了这个东西，发现穆罕默德真的，我们不要谈宗教好了，因为宗教可能会涉及一些敌对因素。我们来谈，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宗教本身，它本质上可能不符合它教义一开始说的那样子，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可能？你帮先想想谈这个问题嘛？它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很多。宗教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是没法去论证的，对，没法论证。如果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公布在大家眼前成为影像，没有，这分两块好了，这样好。宗教有些事情，即使水晶球也没法论证，比如说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不到圣灵，对不对？这个可以反驳。对，所以说这东西不能论证，有些东西你就仍然不能论证，同意吧？我同意。好，有一些水晶球可以论证以后，比如说我们说啊，其实某些东西的教义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信这个宗教的人也可能会分成两种，有的人继续相信，有的人也会因此而不信，对不对？首先属于那时候看的不是教义，而是一些现象。对，这些现象，现象可能会比如说，方便这样讲好，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旧约圣经看的某一个故事，水晶球看了发现那故事不是旧约圣经写的那样子，有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很信犹太教的人，他可能还会继续信嘛，他可能觉得你的水晶球是忽悠的，我还是相信旧约，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因为一些人就觉得，原来是这样，那我不信旧约圣经的，有没有可能？没有。对，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时候，现在你说在没有水晶球这样的技术的时候，宗教与宗教之间有没有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两种可能都有，但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有些极端的一些宗教的很狂热极端人，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极端的人很极端性，他会去做爆炸，或者是他在在双方之间现况就常会发生的。会不会因为水晶球而增加这么多的人？那对啊，那你方在进行一部分为什么？现在其实已经有伊斯兰国，已经有一些爆炸或什么，他没有水晶球，他依然会做，对不对？懂没有？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公开以后，当然这个东西会更好。没有关系，懂没有？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谈，就是说公开这个事情，你方刚刚说的是我们刚刚谈技术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就是说观测技术的东西嘛，对不对？那观测技术公开以后，当人人都有观测，就人人都能够看。公开的每个人都能掌握。感谢方便。感谢反方的精彩质询，接下来由正反方二辩进行陈词，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刚提出来的思索有点多，我们先看主要的三个。第一个方提出来说关于黑历史的问题，我们说他方告诉我们说，在100年前呢，有些黑历史可能会通过这个技术放大出来。好，两点回应，第一点叫做。今天历史的，我们能够公布的历史的时间推移而往后推进，所以100年里面，像我们比关系比较大部分历史，我们现在看不到。第二点叫做，今天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去害怕它的黑历史公诸于众？其实不是件坏事，恰恰是今天所有的黑历史公诸于众之后，让你没有余地去退缩、去否认，你才能正视历史。这其中一点好处。第二个叫宗教问题，他们为什么今天水晶球公开之后，宗教问题会变得很严重。两点回应：第一点叫做宗教问题中涉及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些事，哪怕今天我们有水晶球技术，我们也没有办法观测出来，所以没有办法否认宗教的某一些教义。其次，哪怕说今天水晶球技术能够否认掉宗教某些教义，比如说耶稣死了没复活，那怎么办？两种可能嘛，一种可能是有一部分教徒他就不信了，一部分教徒他会继续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生物学中依然会有进化论的研究，就是进化论本身是反宗教的神创论的。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有些宗教分子他们会认为进化论本身是错误的，或者说今天你能够看到那些进化的证据是上帝给你安排好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吗？所以基于此现况之下，我们发现哪怕是水晶球公开之后，也会出现和现况下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所以今天这部分您刚也没有。再看您刚所说的关于隐私权的问题，也是两点回应。第一点叫做，今天我能够看到100年后的事情，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死了，泄露了关我什么事？
第二篇叫做恰恰是因为我们一百年后，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在一百年后会被我们后人看得清清楚楚，恰好就会激发我们在现在注意我们的言行向善的方向发展。什么意思？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事就是猥亵女同学的人，那当我知道有这样一项技术之后，我会知道在一百年之后我的后代会通过这个技术发现，哇，我原来的爷爷原来是这样的人，那至少我会打消一些作恶的念头啊，启发向善的追求。基于他们几点带来的损在，简单讲一下。第一点，关于论文的问题。讲道理，今天历史学按我王思辩所说，有关于思想的一部分讨论，也有一份历史学，它本身需要过去的实证数据来推断一些历史事件长期影响的，恰恰是这个水晶球的技术本身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因素，所以刚刚这点水不成立。最后关于爆料和安全问题，今天水晶球技术公开之后，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爆料，警方没有办法论证说到底是对谁来说不安全。下面由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二辩，有请。好，谢谢。没有，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我方四辩有问过你，今天探讨今天这个辩题的时候，其实与我的出发点的。至于我这个人是胸怀天下，还是其实比较猥琐，看的问题比较浅，其实个人有不同，对不对？对，其实不是所有人是都胸怀天下，这点不用想。对，如果今天按照前方所说，我们双方各自什么意思？我们确认这个吗？不是确认这个，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是胸怀天下，是这一点。第二个，我想请问您啊，您说其实我们需要这个历史，正视历史。这是一个好处，我想问，就是如果被害是否能受到威胁？比如说你刚刚讲，您说我们公布这个史实，宗教当中其实有些还依然会相信，但是有些人会不信了。这个您觉得这个让不信的可能性增加？您觉得宗教还是愿意认同相信？都没有不对，今天这点被害跟属于您刚刚叫什么意思？现况之下，没有人研究进化论，进化论新的证据产生也会使他们认罪。我没有提进化论了，我的意思是您告诉我说我公布这样的技术。对于宗教的影响，其实是一个豁然的概念，就是有的人依然信，有的人可能就不信。对，我想问这样子一件对于宗教而言单纯是解教徒的概念在，对于宗教而言是件好事吗？可是现况之下，他也有可能解教徒啊。毕竟你们提出来就是厉害有没有增加？是您告诉我他可能依然信，但有可能不信。没关系，您过来问我进一步对问。您刚刚跟我讲的第二个部分是说，其实历史如果我们未来其实有一天是会被公布的，其实我们会警醒自己的言行。对，那我使用这些代价来的摄像头，其实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正视自己。今天跟我们讨论的制度没有关系啊。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想要正视自己的话，其实不是今天就能做到吗？不，叫做今天我方说这点叫做今天基于我方的这个科学技术可以带来的变化。而且说今天是不好意思，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想要正视自己的言行，有人监控我这个言行，给我压力，使之我去正视自己的行为，去规范我的行为，那其实我们早就可以做到。其实中间是这种的。为什么不提前左让右后？来，朋友，今天其实这不是我方核心利好啊，只是今天您装了这一点，谢谢装了这一点就能可以带好。进一步啊，进一步，您方说时程是这个像素，对不对？我想时程是这个像素，对，没有办法看清他所说的林徽因，能看清你所说的法头吗？能找到谁是法头吗？我至少可以推测嘛，因为我没有其他时间可以参考嘛。那你在找治病救人药的时候，找错人是蛮尴尬的。你找到是华佗还好，但找到是我可能就不好。你找神医的时候，找到概率大，还是找到一个庸医，找到一个不懂医术的概率大？这点我相信我其实不需要证明。来，进一步想问你呢，你怎么问这个？你自己懂这个意思。进一步，我想问你，我可以解释吗？您也有环节可以解释。OK， 来进一步的，您刚刚告诉我，我问你嘛，这个技术被公布之后，它有可不可能被修正跟进步？也就是他会永远是实证，我不清楚。也就是说，林方其实对于这点是推断是认为您认为不可能，所以说我方所说的这个态度存在。如果在未来，一项技术的公布之后，一般从我们世界的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都能发现技术被公布，未来发展趋势必然是进一步去修缮，而不是会未来的趋势。你比较能去比吗？好，收赞各位。刚刚对方最后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发展东西。其实我们想谈的，我们对这一段一个简单的回应，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今天辩题讨论范围，因为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做一个时间的设限。但如果他们比如说要以后会不会改成一百年、改成十年，或者说把时间改成一乘一，那东西都已经跳过今天辩题跟提解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块全支持，不用当本场比赛讨论。好，回归今天讨论的着重重点，他们一强调黑历史，还有可能宗教的教徒这个部分，我们就这两个方面来跟方面做正面的对决。黑历史的部分，什么叫做黑历史？因为只有国家知道，一些作恶的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叫黑历史。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东西，
慰安妇这件事情，日本什么的人不承认，南大武杀日本什么的人不承认，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时代去还原，把那个时候的死者、受难者一个一个找出来，他做了一个证明。但如果有了水晶球，在2037年的7月7号开始，我们开始看侵华战争，日本人还没否认这些历史吗？他还有办法去闪躲这些慰安妇问题吗？难道对方没有认为黑历史问题就是没有关系啊？那可能会挑起民族的冲突吗？为什么战后的德国可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因为他正是犹太人问题，他正是他黑历史。反之，为什么日本人到现在跟中国人民族情感中就有丝丝的裂痕？因为日本人对一些黑历史他是否认的，所以黑历史被揭开这件事情，恰恰是水晶球可以拿到的利益，而不是水。再来，方便说，如果这个公布这个技术的人，他可能会被追杀，然后为什么？也是两点回应。第一个，我们公布的是技术，并不是历史本身，那是想看的人自己去看。再第二个，如果这个人真的这么怕的话，好，他为了生活服务，他可能跑去找习大大，跟习大大说：“习大大，我这边有个文件可以公布日本的黑历史，习大大你可以保护我，因为我怕可能被公布的东西。”我相信在中国现在的治安的社会当中，我们不要讨论这个治安问题跟人人自危的问题，因为习大大可以保护你吧，或者是你这个政府。我们要相信这个国家本身的治安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或是追杀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再来，宗教这个点，对方没有认为宗教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人会剪教徒。我们来看一个东西，会剪教徒的情况发生在哪里？会发生在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教原本的教义是 A， 或是行述的故事 A， 到后来发现其实故事根本就不是这样，这个很鬼扯的，这个教义一开始是坏的，这个宗教是不好的，它黑历史被扒出来了，所以这宗教教徒少了。那如果这个宗教，我们说极端点，宗教根本是一个邪教，或是一个不纯正的宗教的时候，他剪教徒有什么不好？一个状况是，哎呀，你就懵懵懵懵的信嘛，反正就是一个宗教，你信你的神就好。我们是让你知道这个神、这个教原本的宗派是这样子。如果你愿意信，哪怕是邪教，你愿意信，那我也不阻止你。就好像今天有一包香烟，我上面给你写吸烟有害健康，你真愿意吸烟，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要告诉你吸烟有益健康，或是我不跟你讲健康的资讯嘛。我给你资讯以后，宗教就是一个纯无意性的事情，信不信？但是公布这个东西，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损害，反而是让人的判断的依据可以更多，证据也更多的时候，他可以更清晰的去理解。最后，我们来比拼一个价值的高低，是多方面一直站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格局，然后来看个人一个层次，而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是一个对科学、对未来全面性的帮助，在这价值的高低上孰轻孰重，大家可以自行评判。谢谢各位。感谢反方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正方三辩助宣小结，有请。好，谢谢主持人。好，接下来有两个，一个他跟我讲是说，他说宗教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公布这样的技术，其实有利于我们教徒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判断宗教、验证宗教，但错，其实宗教本身不是判断出来的、验证出来或者论证出来，不是，它是先验的概念，就是我愿意相信就是对。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是什么？是我愿意相信它是对的，可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别人去质疑我的相信。而您方今天提供各种证据、各种质疑，什么百科的解读，没有办法让我更相信。我本来是相信，反倒这种质疑会引起我对你们的反感。就是我方所讲的公开这个技术，其实别人会反感。那么有第二层，我跟你说，我其实没有公布这段黑历史啊，我只公布这样技术而已。刚刚如果我是宗教掌握有权利的人，我是有暗杀能力的人，我肯定是杀你，因为那些有历史的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是用技术来说，没技术他们根本找不到黑历史，源头在哪？在你们这里。第三层告诉我说，申请政治保护，这点其实就很妙。当你申请完政治保护之后，你将处于怎样的生活的情景之中呢？你觉得就原来生活的更好吗？我在一开始非常强调，其实不是所有人要胸怀天下。我觉得不光是要特别简单，不管是你说狭隘也好，还是胸怀天下，我觉得并蛮重要的。您没有必要说你将要生活怎样是，我准备你其实要被保护着，其实我的自由是被限制的。您要知道，您的自由如果是开放，其实您没有人可以保护你的自由，哪有人去？你只能待在这里。不可能有人陪你，而且我问个问题嘛，当你公布完这项技术之后，你这个人还值钱吗？不值钱，我为什么要花大成本来保护你？方便，你不要想太天真，不见得你在中国好吗？这个病毒没有你在中国，万一短线回不到中国呢？别的国家像你想象中都能保护你。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技术公布到最后，对于你、对于我、对于这个朋友这我们这两个人来说是必然有威胁的。您刚刚这个东西也是不要进步的。您刚刚跟我聊说进步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如果经过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永远的提示就定了，就是实生实。我方所讲的不会是不会有反核心早期，民方所讲的早期公共不存在。你要找人，找话筒是不是？你找出药怎么来？他是找药的，你看清怎么搞？自然科学，我们实验可以做无数种数字。你有哪个实验是实马赛克的？你能做实验？如果对方没有，你还坚持这个提示，没有必要进行现在的讨论。民方自己的三个例子，通通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挑战。我是建议您放弃，这个是我方看的。来，进一步的，您刚刚还告诉我说，其实，有人要正视我的不足。其实他说历史上
我以后我的死后我的真实会公布于世，所以我会警醒的做人，我会更好的要求自己。很奇怪，对方没有。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外在给我压力，是居我在这个压力之下，其实我是愿意做一些好事情，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事情。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就有。如果你觉得说我们今天社会其实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真实，以至于有一些情况我们判不准啊，到底你是扶老人还是说陪老人呢？那我们要全然真实。那其实监视器这东西现在其实也做到，为什么我们还要保安系统？是不是就是隐私权？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即便是公布一百年之后，其实它依然对我的名誉有影响。你说我死后哪管我谁照片？对，你说你个人是不死，可是我们拿到这边，我方也说每个人都很怎么样？我方这里很坦白，我方诉诸的其实就是正常人对于隐私的保护的欲望。我也会说我这个人有多玻璃心，那世上有个人完全不能见人，我方不至于，我方只要普通人的心态，不推极端。您方说我死后，其实我是不管后人如何评述我，我方不认同这件事。这件事情，您方如果觉得所有人都像您方这样，您方可以进行多多交代。我方觉得不是这样，谢谢。该环节结束，请用工作人员收集分表。我也许在实战时我看不到大马士革钢的纹路，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工匠在做大马士革钢，他先加了什么，后加了什么矿石，实战时还是看得到的，光面。没有没有，所以刚才化合的东西不太容易找到，对吧？找点却容易找成点压，对吗？这个问题就是恰好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是我方内耗。所以你报告说刚看到也没关系，现在再大眼金字塔没看到，不会看到，现在金字塔已经建起来了。你看到有用石头，但你看不到把什么东西把石头粘固在一起，最后粘固的东西出了问题，金字塔垮了。这个造成危害可能是更大的，所以说，您方今天承认，至少我们是可以对那一个以前一概不知道的东西，至少可以有一点点了解到，知道它那个形状是什么，这东西可不可以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简单解一下，对方没有把一件其实不是完全是正确的事情当做是真实的，是我方认为的弊害。您方说，那酒会比原来好一点，错，这个好一点点，你当成了全部就是我方提的弊害。这个问题恰恰不是您刚所说的那样。而是什么？而是今天我方只需要从过去找到证，找到可以参考的证据即可，没有说我方完全按照过去来做。所以说来问您呢，今天我方提出来的，用水镜头可以看到过去经历的证据，比如说可以看到解决下槽的遗址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有助于挖掘？不行吗？没有。所以刚才问题没讨论完，你是不是告诉我，您方的技术只要保证我们多了一点点信息，就是更有利于整个科学世界发展，没有任何弊处。我们有多了一点信息，就多了东西可以参考。我们再举一个更大的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可以观察冰河期，相信冰河期那个冰线可能几十公分、几百公尺的移动，实在是一定看得到，都没有同意吗？都没有。所以说你观察的这个东西就是大量东西看到，关键的细节看不到，但是那关键的细节影响关键的生态圈还是没用嘛。那再请问您第二个问题啊，今天您是不是觉得我死了以后，我现在的一百多年后我死了以后，现在所有东西被人看到都无所谓，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您是不是这么认为？不要去困难，像现场才是那个事情。关键的细节对我们双方的利益是公平的，细节越丰富，您方的利害当然也越大，那我方利好也越多，双方是完全公平的。第二件事情，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哪怕我们多一丝丝确定真实的历史材料，都是极大的进步。所以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确定性的好事，没有问题。不，这个还是有问题，因为您方也说了十乘十，你真的不知道是扁鹊还是扁鸭，你可能把扁鸭用的这个药当成扁鹊用的这个药，你这个多一点，同时也是多一点疑问，还是刚刚的问题。所以你们认为我看不到一百年之内的事情，对我没有影响，对不对？是，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周围的环境来推测他是当时的哪一个人物，比如说大家都朝拜他，他就可能是皇帝，然后这个皇帝又要一个人治病，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能是扁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信息可以推测出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还是想问你的，当我们真正可以通过这些侧面信息找到这个人的时候，这我放的利好名号承不承认？对啊，没有，大家都朝代塔，它进了皇帝，可能是皇朝，所以我们发现不同的东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你观测到那些东西，如果你认为它是对的，有的时候并不会。我至少可以知道我是在观测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根据一些已知的史实，所以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真正情形嘛。你刚到底什么真的？我方这个利好。好吧，对不对？就算今天你们看到了一点东西，但真正对历史或者对我们现在的进步，确实看不到一个实际的变化。那是艺术是很实际的。请问张教授，今天如果你真公布这个技术，您说2037年以后，我可以看到日本那个新化石，那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会想，我一定要赶在2037之前把你们全部干掉，这样才能保证我日本军国主义的正确，对不对？那比方论证嘛，回到刚刚点到，今天我方哪怕提出更高的，哪怕提出更多的一点证据，也有助于历史发展，这样利好我方存在，对不对？是这方面，因为找概率测试者，所以这个脑问题本身，其实说实在话是没有任何实证，无非是那个辩题给的那个题解的过程而已，其实没有意义。如果我发现过程，你方自己要过程，我的问题问回你是一样，进一步下问你啊，您刚我刚刚问了很多遍，其实对于人以后100年是要公布自己的隐私，您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您是认为其实所有人都是。方便，我刚想讲的事情是，这个东西可以有助于我们现在人规范自己、自律自己的生活。对，这就很奇怪了。比方之前又跟我们说，其实100年之内观测不到，对我来说关我什么事？你的原话。现在如果说能规范我的生活，那到底是关我什么事呢？还是能规范我的生活？对方费用不会对我当事的利弊产生影响，但是对我的名誉可能有影响。对名誉的影响构成了我对善的追求，对当事利益的不冲突构成了此项公共技术对我本身行动没有太大的影响。名誉不是你的利益咯，东北那是100年以后看到了。而且如果你刚讨论名誉的话，那你要想看到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用这东西跑去看那个林徽因洗澡，100年后人也会看到你，所以你今天可能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猥琐。OK， 张明老师，所以说你到底在乎还是不在乎？另一方面说，反正我死都死了，哪怕他看我小时候打飞机的照片被看到了也无所谓，反正我死了没在乎。哎，又说我可能会很在乎，会约束我的行为。张明老师，你死后到底在乎还是不在乎？这个问题，知道林芳也承认了，无论在乎还是不在乎，都有他的利好，对不对？别急啊，张明老师，逻辑没说清楚，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损益比，您方四个人都没有统一，你到底在不在乎100年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一个正面？已经说了，在不在乎我方都有利的，还是想请问一下林芳啊，我们今天人类可以弥补以前不曾现在不曾知道的一些失落的文明，可以弥补这一份历史的空白，林芳承不承认这一方的利好？这就是我们想谈的第三个问题了。今天是有这些填补文明的空白啊，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呢？我和我朋友的生命受到威胁，那我为什么要这些利？我知道亚特兰蒂斯的文明的真相对我有什么伤害？关我什么事？不是，对我没伤害，但是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文明的真相，难道不是就全然变成一种好事吗？这个问题可能没伤害，但我说了，日本军国主义一定要赶在2037年7月7日之前把你们这些人全灭掉，你说对不对？这个威胁是不是威胁？所以说，对方今天已经承认了，在文明上，我方的利好是成立的，而军国主义那一方的回应，一方没有论证，概率一方需要继续论证。我方举例子不就是在论证这有这个事情吗？今天你的利好当然有利好，我方也提出公司也有利害啊，不是说我方完全没有。完全不管你好，跟你方比概率嘛，来看今天技术公开之后，每个人都有可能去通过这技术看到未来世界。所以你按你方说，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要把所有人全部灭掉吗？要不我解释一下，你刚刚其实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今天其实如果这个技术的观测精度其实是模棱两可、看不清，其实对于双方都公平。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对于那个世界亚特兰蒂斯那个遗迹的文明，你所给的所有都不过是参考，而人们对于历史的追求，如果只是一个参考，其实我觉得要和没要其实差别不大。因为我要的是什么？我要是我活着。刚刚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是我活着的问题，因为你是一个观众的心态，你不是一个公布者的心态。你了解，如果你的命真的受威胁，如果是你的父母真的受威胁的时候，你还能像那种心态想看个文明吗？方彪，如果在宁放的世界中，没有公布这个技术的人，他是一个人独有，一个人独有，追杀只有一个标的。如果公布的这技术是大家都拥有的时候，追杀的标的是分散的，分散的风险是不一样。方彪，你不公布谁知道你有啊？所以问题是公布之后大家都有了。大家都有，但我还是那个首要 KPI 啊。方便，那你就可以放在网上，让大家自行下载，然后你用一个匿名的网域可以吗？方便。方便，你是不公布还是先死？不公布还是先死？双方时间到。问题就是，既然我公布出来，那大家一起就被成为目标呗。而且在文明的方式上，也许我们看不到他衣服上的花纹，但是知道我们也知道他祭拜的方式、仪式。我这就是我们可以重塑以前失落的文明。
将要告诉我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技术一定不泄露，在哪怕有半分之一的可能性要泄露的情况下，公开都是对朋友更好的选择。因为一旦公开了之后，受众面影响面将不限于朋友本身，而一旦不公开，你朋友是唯一的知情者，是唯一可能嫌疑者。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持刀杀人，你怪的是那个创造刀的那个刀匠，还是持刀杀人这个凶手？显然是后者。所以当把这技术公开了之后，大家怪罪的 King 的朋友，大家怪罪的是那个始终这项技术伤害他们利益的人。好，往下我们看三点价值。第一个价值是真，其实前面讲了很长时间的实名的事情，其实坦白讲没有那么重要，真的，不管是很精细的还是不太精细的，如果是不精细的，历史学研究任何一点点小小的进步，我们都值得为之欢呼鼓舞。如果是超级精细的，我们当然更加的开心。两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当时我刚开始有人担心，他说有人可能就看林徽因洗澡，会看见你不想看的，肯定主要一切历史材料都有它的史料价值。我们看到了过去洗澡的方式、洗澡水、洗澡的地方，哪怕是他的身体结构，都有历史研究价值所在。你们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而且我方也从人和人自己的关系、人和人的创造物技术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告诉大家，公布这项材料对于真的追求具有无可置疑的好处，哪怕只前进一点点。我们来看第二点，对于善的追求。我们说了两种情况嘛，在乎或者不在乎嘛，其实没有太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刚刚有说我们现在可以摆个摄像头来看着你，但这个摄像头是你的自律，你可以决定它要不要来观测你的行为。而现在水晶球公布了之后，它是一个他律，100年的限制在于我们此生的行为不会影响我们此生的利益影响，因此关系大。可是人人都想要关注以后子孙对我们态度评价，人在做，子孙在看，于是我们对善的追求呢，这条就可以得以实现。发现了吗？无论是正反两面，善的价值可以得到。我们再往下去看，各位，今天我们双方聊这个面，就是在聊什么东西？我们聊的是真相之重吗？是看历史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价值吗？还有历史这个东西，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对不对？那我们对历史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我们觉得过去的历史都是黑历史，超可怕，我们不愿意面对它，比如日本，比如一些其他的敏感事件。可是我们又看到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正视了过去的历史，他们知道黑历史以之为真的情况下，才能够佐证觉得会影响他们现实的行动，他们现在的做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他们伤害过的人，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大家好，历史在西方传统中言必称希腊罗马，在东方传统中孔子说什么尧舜禹三代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崇尚的是西周百家争鸣的状态，我们对过去都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幻境，于是我会觉得今不如古，今非昔比，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真正将技术公开了以后，我们去看到过去的真相，无论是真的还是没有那么清晰的清楚，我们会发现过去跟现在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好处，所以我们才会把我们的价值、把我们的行动落到现实当中去，我们才可以更加的珍惜我们现下的生活，以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这不正是这一个题目给予我们的好价值吗？所以既然朋友要公开，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为什么要阻止他？这是他自己个人意志的决定，对人类的好处。有人会拿出来看一看我以前发生了什么，
比方说两种东西，我们不想讲逻辑，但是两个东西对我们都超有利。我们逐一看一下好了。我们先说那种你觉得不在乎的东西。如果今天你完全不在乎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坦白讲，这个东西超无聊。因为这个人完全不在乎一百年后发生什么，他今天更可以烧杀抢掠，更可以游刃有余。因为一百年后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东西愿意播我什么就播什么，我不在乎当下爽就好，是第一种思维。第二种思维，对方说，如果我超在乎这件事情，我非常在乎这个事情对我的约束，所以我很在乎一百年以后他会不会被挖出来重新看。可是对方没有，你很拿一个圣人的道德标准要求。但是你怎么要跟你的女朋友卿卿我我？如果你变成一个超有名的人，有人喜欢挖这个东西出来看，你觉得你开心还是不开心？所以我们发现，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挖你的黑历史出来，挖你生活的日常已经可以让你很烦躁，这还是最浅的。第二，我们看刚才对方有大谈特谈的科技、文明等等的东西好了，对方说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因为有一点点利好，所以它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就是好的。为了人类发展，对方有何乐而不为呢？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想想这个东西，这个毕竟讨论是你跟你朋友怎么办。如果公布真相的成本那么小，现在斯诺登就不会躲在俄罗斯了，阿桑奇就不会一直住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公布一件真相的事情成本超级大，没有你想的那么小。如果这件事情公布出来对你的朋友影响超大，现在对于你来说，你要不要阻止他去做这件事情，要不要为你朋友的安全着想？对方说没有关系，我一公布出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绑成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众人拾柴火焰高，总没有国家敢绑架我们全世界的人。对方没有，如果这件事情公布出来，真的是那么容易就扩散到所有人的话，周伯通就不会被黄老邪关在桃花岛的洞里了。那么九阳神经网一撒，整个全真教武力值提升100倍，就最低级的三代因子都随便暴虐黄老邪，怎么还会被抓起来呢？丁点就不会被关在那个监狱里的，对吧？神造功一公布，整个社会团体全部实力上升，完全不存在银行的担忧。所以我们发现，公布一件真相的时候，成本是超级大的，总会有人愿意把它据为己有，总会有人愿意把你的朋友关起来。最后一点，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办？如果据可靠资料显示，今天之前的那个卡舒提事件，卡舒提在被吊死之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就是你，跟你进行了2小时密切相谈。并且你们之间就这个沙特事件进行了友好访问，还进行了深刻交流。坦白讲，不管你们交流到什么程度，沙特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从这几个角度讲，我劝你们是错的。感谢郑方辩手的总结陈词，总结陈词到此结束，请工作人员收起评分表。我们的比赛部分至此已经告一段落了，请工作人员收起印象票和最佳辩手票。进行播放。
天入手的它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对待朋友，应不应该公开，公开了之后是不是相较于我自己找的这个技术哪一个更好，这样比较实时，怎么说是这个辨识率是可以打的，但不是一个核心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至少从内容层面上双方的挖掘都非常的打的就是这个电子本质上想要打的，而且也给了观众和评委一些启发，这个是我对于这场比赛整体观感。为什么我坐在反方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承认这场比赛正方在交锋的层面上，虽然反方在一开始的交锋层面上占据了优势，但后面基本上正方的回应在反方解释起来也是有难度的。整场比赛给我观感这样，正方开出来的利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拿平了，然后你也比不出来优，比不出来劣，但是我跟你说在这种状态下应该审慎，所以应该选我。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因为你的利润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先随便提几个利润，看你们讲什么好处，我们拿利润给你省掉，就是见招拆招的这种感觉。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利润整个的逻辑也可以。反方的利润举出来了三点好处，这三点好处有都在我听起来最后到最后都有略微的存在的东西，这点存在的东西可能也是我让我坐在网上的原因。我说一下这点存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观感，正方用打宗教的时候其实打得很好，但是反方其实这么一个说法，反方讲法有很多的人对于宗教，首先他进行了一层区分，有很多人对待宗教就是信了就信了，不信就不信了，你给他了一个新的信息，他可能使得又是一群人信了或者不信了，但于现在来讲它有差别。这个时候正方的一层回应是，他至少会使得一群人信了吧，这样的话宗教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这是你的原话，对不对？然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能明白吧？就是你给我推的结论是你没有接下来在你的陈词里或者你的质询里告诉你的结论，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的话，他对于这些教徒还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他的宗教来讲有什么弊端不知道，你只是告诉我在一些极端的宗教分子的情况下他们会去追杀你，对吧？但是按照反方的说法是，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进化论还是现在的科技进步，它都不断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的去证明宗教里面的某些观点，那会冲击掉他们的，会使得他们遭受人生的威胁吗？还是社会上会有什么样的弊端？这个是我没有知道，因为你们给我描述下的，他们宗教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最后的弊端，你们是落在了宗教会有极端的狂热分子会去追杀，这个时候你的身份会受到一些的威胁。这个首先你们缺乏一些现实中的事例，直到最后的结辩，我听到了卡夫奇的那个例子，对吧？虽然卡夫奇的例子跟宗教也并不完全，它也涉及到国家利益，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是一个现实中的存在。但你们没有提出来一个核心的利益的时候，在我看来就道理觉得和道理，那有必要吗？你知道明白吗？就是有必要吗？就是宗教真的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吗？以及反方也说了。你们正方其实也说，就是你们双方构建出来对于宗教或者一些信教人士的观点一样是什么呢？有一点也是影响我这个论点的判断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其实都认可，有的很多的宗教分子他信这个宗教啊，就是因为正方自己说是先验，对吧？先验的什么意思？其实正方三辩描述的这种宗教，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也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宗教分子。也不叫宗教分子，就是宗教人士跟信教人士，他不是不知道他里面说的不是真的。现在的科学已经足够证伪了，对吧？已经足够证伪。然后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还信呢？是因为他觉得有寄托，他不是觉得他是真的，他是信的，他是觉得我信他挺好的。他不是，就是所以他选择了相信，选择了先验。所以这也是反方表述的正方表述。我觉得你们双方既然默契描述出来这么一种我觉得也是正常状态下宗教人士的共识，那真的有那么的所谓吗？就是当反方不断的描述，不管是科技的进步还是历史的进步，看到的那些真相，看到的那些不管是教义当中的还是描述中的故事啊，还是什么神存不存在的种种事情，
他们真的证伪之后有那么大的所谓吗？对于宗教有什么样的伤害，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宗教这一点交锋非常好，但是我个人的倾向是判断给了反方，就是反方讲的这一点，我不知道上方是讲异端还是上下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历史，历史这个样子，正方提出来一种说法，还有就是正方来冲历史的这个点的攻防的方式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还不是不摸，就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我知道一些模糊的，可能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可判断是不是严格准确的一些真相的时候，我还是你不知道。这个话也可以说，但是反方的说法是这样，就是你多了一个信息，总比没有强。这个时候，我连接自己的一些叫什么知识体系的，是这样去。你当然想掏嘛，对吧？你不断挖出来，挖出来也是一层一层的，而且这个受到这叫什么水土的流失、风沙的这个侵袭，它也不是严格的一层一层的按照这个历史来列，最底下的就是历史最有主的，然后上面就是历史次有主，然后它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这个问题外围，每当历史发展就是发掘出来一个新的，比如说器物或者是书籍，或者就算是竹简等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连接，用历史的证明方法来证明到底我们发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流程上是符合反方所说的，在历史多了一点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真相。正方描述的这种盲人摸象的状况，它是一种缺乏连接的，在系统化的这么一个历史研究当中，我觉得是不会出现或者是比较难出现的，这个弊端我认为也不存在。正方还在比赛中途，在我看起来是提了一个新点，就是对于隐私权的伤害。这个点咱们讲到了，你的立论里其实并没有这个点的采纳，我也并不能知道，也没有想好具体要采纳多少。你们对于这个论点的描述是这样，就是隐私权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的，给我的感觉确实也比较注重那个如坐针毡，就我现在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名人，以后就算不会成为一个名人，就是好奇了，你们现在可能对于某场比赛的判罚对吧不太满意，看一看有什么原因，就是那我现在做的种种事情可能就是如坐针毡，就我现在不敢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可以的。这个联系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就比如为什么卫生间里会装这个闭路摄像，对吧？虽然今天我们也知道，说犯罪主题学上很多的犯罪啊，什么藏毒啊等等，都发生在卫生间里，但也不能安装摄像头，原因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保护我们的隐私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但是这反方讲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论点是打糊了，就是双方都没有打的原因，因为反方。虽然正方讲矛盾，反方最后接了一句，就是不管矛盾，不管怎么想，现实中有很多矛盾的两类人，但是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好处。你觉得不做真善，那也就是个处，对不对？你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你觉得无所谓，那对你自然没有什么伤害，对吧？我是期待在这个情况下，当正方立出来这么一个，我觉得正方内容上讲挺好，而且操作上我觉得是比反方好。这个在分数上都有体现。我的期待是正方能够更好的结合现实，告诉你们认为这么一种技术规模之后，它的实质伤害是什么？明白？它的实质伤害是什么？不能只是单纯给我用口头的描述告诉我说，极端部分，对吧？到不了家，你多给我举几个卡书籍或者历史上的谁谁谁伤害了神学，对吧？就包括什么哥白尼、布鲁诺呀，这些历史，对吧？伤害了神学，或者伤害了宗教，或者伤害了什么东西，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社会现象里面有多少需要这样的？所以不然的话，我觉得你的伤害是没有损失的。所以这是我基本上判给反方的原因。然后分数票的话，就是按照场上谁打的环节上来看的。这个同样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双方在技战术上、在语言表达上、在临场去举一些心力、拆解一些心力上，反应都非常快。
毕竟都是有变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双方的风格也是非常明显。因为正当我之前跟一些学员们交手，所以我就一基本上看到这个题，我就能想象得出正方大概是这样的画风，非常务实的点。那反方呢，基本上你们用过你们的那个第一个环节，偷了很多细节以后，有的人猜想到，那一定是按照严格的，是按照提设里面的一些政策的细节，然后去做，就是说是一些损益利弊比较偏向政策项的一个讨论，所以双方讨论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那我为什么最后做到正方来呢？其实核心的判断是这样，就是我同意学长刚才说的话，就是确实反方的利益有残留，但是正方的利益也有残留，就是正方的线很简单嘛，正方的线就是想说对这个世界的好坏比不出，但是对于你朋友而言一定是更麻烦。他一开始立论里的说法是说一定会有人追杀你，各种各样的人追杀你，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很快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反方反正拖到中段才打，但是反方一拖到小节的时候去打这个点，有人庇护你，然后正方这边立刻给清说法。可是你想看，你朋友以前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状态，现在还是要一个受到严格保护的人，一个人身状态严格受到限制的人，那常情常理来想，这对于个人而言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处境。那这个语境一直延续到正方结辩的时候，他上来说就是说，哎，身为一个就是学长，可能现在已经进入工作了，他觉得以人性而言可能很难有这么大的牺牲和付出。所以我觉得正方他不是没有意识到反方的利益有残余，但是这两个残存的利益，就是反方觉得人更靠近真，而正方觉得这一定是对个人的生存状态有损的时候，正方给了一个很鲜明的态度，我就让正方做出裂变。而且我觉得长平常理，人性也好，跟朋友的关系也好，不要把人往火坑里推。那反观呢，我当然承认了反方那些利益就是但是我首先我第一个我要必须要指出来，就是我个人对攻防上面比较倾向于正方的原因，因为反方的很多反应我觉得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上用力用得不猛的，纠缠了太多的环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到底要不要讨论宗教，宗教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花了很长的环节才把这意思讲完。其实意思很简单，宗教和科学的区别到底在于什么？卡尔·波普尔给科学下的定义非常简单，可以证伪才叫科学，不可证伪不叫科学，而宗教往往是不可证伪。当然你们有些话是点到这个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虽然说了进化论，宗教反驳进化论的方式从来不是啊，这个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是神创的，这是比较低级的宗教的反驳方式。比较高端的宗教反驳方式就像正二揭示的那样，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些规律甚至都不是真的，上帝创造给你们用来自我安慰。所以宗教真正而辩题什么，辩题是水晶球，是某一种证伪的手段吧。而宗教从不惧怕任何具体的证伪手段，因为宗教本质有一个不可证伪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啊，宗教本身不可证伪，所以一个具体的证伪手段无伤宗教的核心逻辑。那具体到小攻防，我觉得打得可以再快一点，因为正方也没有想强死，会不会完全解构宗教本身？正方就是讲说啊，这个对于宗教而言呢，就是说那一定会有一些人他会不爽啊，极端的人会来炸你。但是按照你们的语境，就完全可以说，其实你知道吗？除了水晶球以后，宗教更高兴。宗教会告诉你，哎，怎么无端端有一个人发明了水晶球啊？上帝给予他如此之高的智慧，这反而会成为宗教的广告。其实我觉得，你要真正想在这个战场上面，正方熟悉的那个战场上面把利益抢过来，就这样进去诠释他，你才能完完全全做到在他的那个擅长的领域也打一个利弊不出。因为他很简单，他其实讲到底什么？正方讲到底就是说，你说历史更接近真，他其实往后面推理。真相的揭示对于世界而言是好是坏不一定，而翻回头来对于自己而言一定是麻烦，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那至于十乘十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十乘十只是意味着真相能够接近到哪一步而已。那你如果要一个更具体的真相做好事呢，这个好事做不成；如果你要一个更具体的真相做坏事，那是坏事做不成，这完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人很潇洒把它放过去，没有必要在那里纠缠很久，能不能看得清啊，一个巴掌是多大的马赛克是不重要，不重要。而我觉得其实对于反方而言，今天的立论完全可以更潇洒一点，因为你们前面直接就点出来了嘛，人类追求什么，追求三大价值，真善美，水晶球一定符合真，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不对？在而我的朋友为人类的三大追求之一做出贡献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公布呢？包括你看这正方有些例子打起来怪怪的，我不知道反方为什么闪，正方居然胆敢在场上问你说日本军国主义者会在2037年赶在2037年之前把你干掉，你怎么能公布呢？我怎么会不公布呢？揭露慰安妇历史的人，对不对？揭露军国主义的恶行，哎，这种例子坦白来讲，正方当时取的时候临场，可能我觉得可能像临场出的例子，其实我觉得在至少在华语的语境里边，其实不太占优势的，正面刚他呀，正面刚他呀，对吧？所以我觉得反方因为太严格的遵守损益，你们太严格的去打很多具体的利益，还谈不谈于一些利害，还谈不谈于，可是如果你们很坚持一个政策变损益的比较的话，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们节变要做损益，你们节变应该很明白的告诉大家，你们觉得劝朋友的态度还是自己为人的态度，都是应该这种全人类的利益高过个人的蝇营狗苟。但我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我没有听到反方做类似这样的处理。反方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做损益呢？反方用了一些拿规定的方式，辩题的字眼是阻止，阻止的意思就代表你朋友已经想这么做，已经想这么做。但第一个就是这样的推定，就是推定是要场前双方的共识去构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录的问题，但我没有在质询答辩的环节里面听到你有构建这样的推定。而坦白来讲，这样的推定也不重要了，因为正方完全就是可以说就是。你朋友为什么一定你朋友没有想明白，对不对？朋友的脑袋热乎都没想到这一点，对吧？而正方的节点恰在其实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是觉得我没有不认可反方的利益有参与，可是我觉得正方也没有很严格的做损益了，因为坦白来讲你们根本就不想按照损益去打，对吧？但是呢你哪怕按照做损益的角度，我觉得你们贯彻了一个态度走下来，就是跟魏晋天诛地灭，而且是跟实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何况还不知道是好事不知道是坏事，你先管好你自己。那反方呢，你很严格的踩着自己的利益点，很严格的踩着自己的利益点，但最后当你没有办法彻底的消灭正方的利益点的时候，你靠一些字词的推定来构建那个损益的话，我个人觉得一就是这个推定在前场没有踩得很扎实，二是我觉得这可能有违大家来听一场比赛的期待。虽然我觉得正方讲的事情可能有的人听得也很过瘾，但我觉得反方你自己已经开了这个 case， 你说真善美、人的追求、人在靠近真相、靠近历史，那么三个宏大的标准，最后收束到哪？最后为什么不正冲正方的蝇营狗苟？我觉得有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反方有点忽视正方的论语，其实在正方那个情境，就是因为你们太想守自己那个很严格的政策辩论，然后很多宏大的损益，其实你到反方那个战场里面完全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就比如说他虽然说你的生活被很多人严格的看起来，可是你想看这个水晶球的技术一旦公开，我公开了我水晶球这个技术，你们想要这个技术找我买，这是多大的一笔收益啊，你的好朋友啊，这是你巨大的收益啊，蓝人钱财无害人性命，对不对？所以你方是一种害人性命，我方是一种害人性命，都能比出。我觉得其实你们如果打的就是，要不然你们战死你们那个制高点，你们最后在结辩的时候或者在小结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能是单纯的梳理攻防，你们要有一个语境上的发力。那如果你们想打就是完全在损益上打趴对方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突破起来，在正方熟识的那个领域里面也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我比较接受的是这两种路径至少要选择一个，但你们今天居中的态度就让我会觉得不太能够相信你们。那再加上确实我觉得中断攻防里面节奏会被正方拖着去走，那么最后这场比赛我就会看到正方这里。
但是说什么比赛还是很精彩的。我很害怕我刚才说的话可能一念之差，所以还期待后面怎么怎么说。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届售票。学长进行收票。啊？票还得这个 QQ 里。
挺简单的，就是我是确实是觉得这场比赛双方打得比较好，我也认可刚才小朱说的，就是双方其实做的都没有比较。我是觉得小朱说的反方四辩那个抢推进他就是最后一说，他甚至都没有抢到推进，包括但是包括正方所说的最后我们看到那个什么信息工作的成本，大家说到真相那个结果，我也觉得是最后抢，他们也没有拿到一个优势，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就比较服，双方各自也都没有比较，所以，哎呀，非让我解释跳票的原因，就各自都同意，然后让我的分数跳到这个圈。感谢三位评委的辛勤工作，现在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本场最佳辩手积本场辩手的积分情况为：正方一辩积一分，正方三辩积九分，正方四辩积五分，反方四辩积三分。本场的最佳辩手是正方三辩。本场的双方进本场双方总票数为正方八票比反方一票，正方获胜，恭喜。拙劣情感，做你身边的情感咨询师。本场比赛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拙劣情感，你身边的情感咨询师，任何情感问题都可添加公众号卓越恋爱学联系我们。